你知道，人各有所依，各有所归。你的依归肯定不会是我。如果还要在我身上浪费光阴的话，你就真的很傻，很傻。我想你也应该知道，痴缠一个人不是我的本性。可是我的心就是不由自主地想靠近你。 我的脚就是不由自主的，是流星，想走向你。小舞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他日心境不同，你也会发现别样花朵同样美好。 过来帮忙，刘星，哎，刘星，刘星，高丽，他根本呐就没有我的小公主漂亮。后来我走近一瞧啊，高丽，高丽，快出来！ 他的声音听起来好着急，你快去看看。高丽，马峰，他叫什么名字？原来你会说话。谁？那个女孩，流星，天上。 小星星的星，好像是。你认识他？高丽，快过来！是我的小星星。 大叔，你找我有事啊？你当真叫流星？嗯。天上繁星的星。是啊。你几岁？卯月就满双十了。
高丽，药，接着。哎，不许救！给我。休想！你这是养虎为患，你知不知道？想想眼不能见、手无缚鸡之力的双双，你放心把麻风这样的人留在这里吗？救了他，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威胁。刘姓，刘姑娘讲的有道理。是我们有欠考虑，道理归道理，救人归救人，怎么说，也是一条人命。你，烂好人！到时候出了事，别怪我没提醒你们。有我们两个在，难道还怕制服不了一个麻风吗？也罢，顶多我12个时辰都陪在双双身边。哎，那不正好趁了你的心？喂，我拿药去。怎么了？我只是木屑进了眼睛，没事。对不起啊，大叔，我不是有意要冲你嚷嚷，我只是……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是不是那个小子他欺负你了？嗯，我是说，和你聊了一个晚上那小子。
好强的阴寒之气，它抗拒我输入的内力。我再试试看。你是说，前任巫尊是为了追踪一对私奔的男女而触了冰玉？嗯，是当蠢货。再怎么下去，麻风的功力非得全失不可。不管他。吴尊，吴尊，吴尊，你刚才说到一半，我不明白当年那对男女为何要私奔，又何须吴尊他亲自出马去追？你知道祖宗立下的规矩，吴尊向来是传女不传男。嗯，那是因为女子属阴，更适合修习冰玉巫法。嗯，可是40年前，余族诞生了一个巫法天赋极高的男孩，名叫虚阳，他却打破了这项限制。虚阳？嗯，济世会全力培植，他也非常努力的学习，直到年近30，他已经拥有了比吴尊更强大的法力呀。你是说他不用神剑帮助死而复生，修为也超过了吴尊？这是羽族不曾出现过的人物啊。后来不知为何缘故，冰玉的气候逐年升温，吴尊和济世会开始担心了，担心情况继续恶化，冰玉即将成为水域了。是，所以连续3天的济世大会以后，决定破格由虚阳接任吴尊，以挽救冰玉。后来出了什么事？唉，就在接任大典的前夕，虚阳带着一个叫五洲的姑娘跑了。跑了？啊，前任吴尊当晚就追了出去，可是从此以后，这3个人再无音讯了。会不会前任吴尊已遭虚阳的毒手？哦不，虚阳热忱而善良，他不会伤害任何人的。是吗？那究竟出了什么事？没用的东西，任务毁在你手里，如今连2个奸细都对付不了，还要编排几个拥有异能的人来推卸责任。领主，那一女两男全都并非中土人士，他们的眼睛都是蓝色的。你说什么？是手下，手下回来报告的。是济世会的人出来了，还有一个女的，一样是蓝色眼珠。吴尊，接任的吴尊也出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全都出来了，去把他们带过来。是。如果他们都拥有异能，只怕属下无能。这他们会来的，告诉他们虚阳在这里，他们一定来。是。故人来到，你不开心吗？来了又能如何，相见不如不见。至少可以得到一些冰玉的消息，也许可以得到一些安慰，也就不那么寂寞了。会不会那个小舞与虚阳有关系？小舞和虚阳？有可能，否则他如何知道克制神剑之法？又如何会引我们喝下龙涎茶，破坏我们的巫力？
冰玉向来不与外界接触，除非他们出自冰玉，否则他们不会知道这些的。搞什么鬼啊！想你死的时候你偏活，这会儿想救你，你偏不让救。我看你生下来就是专门跟我作对的。他到底练的什么功夫啊？这么邪门！我来试试吧。奥利，出来见我们！什么人？出来！喂，高丽，你去哪儿？去见他们。大叔，一晚上我说了那么多，您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马峰好，小五坏。哎，马峰喜欢你，说明这孩子他有眼光。可是我不喜欢他呀。两码事。至于那个小五，他居然敢拒绝你，竟然敢让你伤心难过，我这就一斧头劈了他去。叔，哎，现在重点不在这儿啊，大叔。麻风以为我是因为小五才拒绝他，现在找上门来，肯定没安好心。他要是醒了，还不把这闹翻了？现在明白了吧？冲冠一怒为红颜，果然是个多情的男儿。这麻风啊，我越听越喜欢。哎呀，去对牛弹琴。高丽，哎，高丽，麻风醒了吗？哎，高丽，哎，大叔，你别弄伤了他呀！大夏，你在干什么？大叔，你别打了！请你出房间来，我们要在这里住几天。知道了。住手啊，高丽！哎，高丽！是迷踪步，你跟谁学的迷踪步？你乱砍我乱闪，迷什么步啊？别骗我，你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姓邱？是不是？高丽，高丽，高丽！我刚听见高丽在惨叫，谁能告诉我她到底怎么了？你醒醒！他不是哑巴吗？怎么不说话了？他昏过去了，快去找上药。好。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啊？那些人真的有办法救高丽吗？快点啊，趁这个时候他还在昏迷，其他人又不在，快点啊。
没有冰魄了。没有，没有就算了。武尊，咱们魏晋高丽体内的锁心冰魄被小五的龙涎掌打散了，如果不给他再吃一颗的话，那他就不能乖乖听话了。我想对救他的恩人，他醒来以后应该言听计从才对。哦，怎么伤得这么重啊？找到上药了。别动，不用了。不用了？没救了吗？不可能啊，刚才那一掌我未尽全力，你让开。你不知道自己的龙涎掌专会灼人心脉吗？什么掌？不想他死就别在这碍手碍脚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让他先救人行不行？先别吵了。你认得这些人吗？怎么能放心把高丽交给他们？你看，武尊，武尊，龙涎之气。不是啊，不能再出手了，再出手会伤着自己的。我会小心。武尊，武尊，你们都出去吧。是。哎，怎么样？他醒了吗？哎，双双，你别着急，高丽不会有事的。不行，我还是要进去瞧瞧。哎，跟我出去。有幸。走。哎，大象，你告诉我实话，他们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我？高丽到底怎么了？姑娘，你放心好了。有吴尊出手，他不会有事的。是吗？啊，裴川，我想，去吧，我在这里守着，趁吴尊尚未出来前动手救他，免得吴尊知道了。啊，你以为昨天晚上麻风进这屋的时候，吴尊为何拉着咱们说了那么多的话呢？为什么？也许连他自己都不明白，他是想留多一点时间给高丽和小五救人，只是没想到小五拿麻风的伤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刘星，哎呀，你怎么听不明白？那些人，那些人怎么了？我是亲眼看着高丽给他们开门，把他们迎进来的。啊，你敌友不分呢？你才奇怪呢，敌人你非救不可，朋友反倒狠心下那么重的手。喂，你说什么？你没瞧见大象一阵胡搅蛮缠才逼得我动手的吗？要怪你应该去说说大象，问问他到底发什么疯，见人就砍。他是为了我才仗义出手的。为了你？昨天晚上他听我说了一晚上麻风和咱们俩之间的事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我们三个人之间有什么大事啊？用得着他挥斧子砍人？你喂，别走，把话说清楚，我可不想整天提心吊胆的防一把斧头。因为我告诉他，麻风被我拒绝生了很大的气，他受了重伤还能这么快找上门。哦，你在怪我救了麻风，怕他伤好以后来报复。别担心了，别说你的身手强过他了，
就算他使什么坏心眼儿，有我在，也不会让他动你一根汗毛的。嗯？哎，还担心啊？不相信我啊？我是担心你，我怕他会对你下手的。麻风那个人，你永远不知道他心里想着什么。前一刻他还跟你有说有笑的，可是下一刻他就可能出手置你于死地。你的脖子好白，让人忍不住想掐着，想掐着。刘星，刘星，麻风救不救得活我不知道，我有心救他，可惜他虚不受补，我的内力加上伤药都没有作用了。放心，我是来救他的。他和后简就像我的孩子一样，无论他做了什么，我也不会忍心看着他死的。你好好在一边等着吧。这么说，你想救他也是有心无力了？再想想办法吧。不许想，绝对不许想。哼，不知道当初谁拼死拼活的非要跟麻风走。不许再提这件事。你呀，哼，当初玉茹也是一心一意的想嫁麻风为妻，他们甚至连眉上的伤疤都一样。你是你，他是他，我怎么会把你们俩想到一块儿去呢？你嘀咕什么呢？没事，哎，走吧，去看看高丽。哎，还有，知道了，我不会为难那些人的，我只希望高丽没事。还有，你别在双生面前嚷嚷，免得他难过。知道了，有人。栀子花，这是我娘最喜欢的花呢，不知道是谁送的，你看。我娘最喜欢这种香味了，林子里到处都是，采回去给她，她一定很高兴。这么漂亮的花，喜欢的人一定很多，对吧？对吧？快扔掉！刘青，那是什么声音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去看看。你受伤了没有啊？快帮我看看，快帮我看看他，快帮我看看他，看看他是不是死了。他没死，还活着。怎么回事？快帮我把他扛进去。哎，别弄疼他，轻点。没想到
那花没拿进屋内就炸了。更没想到费了半天心思却只伤了小五一个人。高丽不在，否则这么大的动静他一定会出来看看的。麻风应该在里头，刚刚出来的有一个是带走麻风那个妖女的同伙。高丽的女人呢？本来以为花会送到她的手上，没想到出来的是那个叫刘星的女人。是没想到这女人也在，我和毛战与她交过手，难缠得很。嗯，这么说，就算小五和麻风都受了重伤，但就刘星和那个妖女联手，咱们也毫无胜算呢。那就等吧。快把他扶过来啊！啊，那是你的床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说这些？你一个姑娘家，怎么可以？我自己来，让开。哎，走，走啊！怎么了？小五也受伤了吗？死不了。大夏， 你开口说话了。我从来就不是哑巴，我只是不想说话而已。这辈子我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。他们不帮忙，我自己救你。来，只要你有一口气在，我就不会放弃的。万一真的撑不下去了，那我怎么办？不会的，你不会撑不下去的，你会活下来的，对不对？小五，你说话呀！小五，你说话呀！你说话呀。喂，干嘛又哭呢？我好不容易装一次死，你就不能让我安安心心的装一次吗？你又装死啊？你看着让我伤心是不是啊？啊不，哎呀，疼疼疼疼，疼死活该。哎，别生气了，这回装死啊不是为了骗你，是为了骗躲在门外那些人。你是说七月十五的人？嗯，这些人玩阴的手段比他们的拳脚功夫强多了。哦，知道后怕了？我才不怕呢，有你在啊。你花花肠子那么多，他们肯定玩不过你。如果我不在呢？为什么不在？你要走吗？比如我要是背疼的受不了，昏迷到不省人事呢？啊、哦！快让我看看，转过去，转过去。啊！哎呀！别哭了，皮肉伤而已。我要感谢我爹从小用皮鞭子把我整治的皮糙肉厚的。都皮开肉绽了，你还在这说笑呢？啊，刘星。嗯。我背疼啊。哦，我去拿药。为什么到现在才发现，原来他们两个人的背影竟也是如此的相似？不是相似，他们两个根本就是一个人。
你不能再动手了，先检查你的龙涎之气。福大，起来。武尊，他是麻风的朋友，不尽快治好他，麻风一定会难过。你怎么会？武尊怎么会担心麻风？我只是觉得心口发热，让人闷得慌。八勺呢？啊，我就去找他。我都说了叫你别再去找蜂蜜了，你怎么就是不听呢？看看你被蛰的这身包，你不难受我还难受呢。那声音是麻风吗？麻风，八少，你还是这么沉。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带我上山打猎，为了救我，你让白熊咬伤了腿，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你拖回家。麻风，你还撑得住吗？我是怕再有野兽回来，我是怕你会像我爹一样就这么丢下我，就这么死了。特意过来救你，你竟然杀他，你还是不是人呢？在这个世界上，
竟然没有一个人了解我们，没有一个人理解我。卢尊，卢尊，卢尊，放手，放手他！是不是又出什么事了？让我来。情深如往昔未晚，若不是那